想問下在場有幾多人聽得懂廣東話？可以，係咪啊？大部分都 OK 㗎，係咪啊？如果我用廣東話講好冇啊？好，係啊 ，OK， 連你都話 OK 就得啦。好啦，咁我自我介紹一下先。咁我係 Kitty 啦，係嚟自香港嘅。咁我同我嘅屋企人，甚至我哋香港嘅團隊咧，已經飲咗 Booty 已經超過一年。因為咧，我哋香港嘅 Booty 咧，已經喺2016年嘅8月咧，已經有一個新品發布會，然之後就喺香港度上市。咁所以我哋香港嘅夥伴同埋我哋嘅屋企人咧，都已經飲咗呢個 Booty 藍莓汁超過一年噶啦。咁想唔想聽下究竟 Booty 有乜嘢好飲完有咩效果啊？是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喎，系啦，睇下先，要系啦 ，OK， 系啦，首先讲下我哋团队啦，可以帮我落一张唔该，系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天使團隊裏面一個藍寶石佢嘅分享，佢話原來咧佢飲咗 Booty 只不過半年嘅時間咧，佢嘅散光同埋近視都淺咗，係啦，係咪好神奇嗱？因為咧我哋呢一位嘅藍寶石咧，其實佢都係一位媽媽，係啦，即係唔係十幾歲嗰啲或者幾歲啊個眼睛可能都會不斷調節緊嗰個視力嘅情況，咁但係飲完之後本身嗰個視力。散光同埋近視都係已經係一個穩定嘅情況之下，但係飲咗 Booty 半年咧，原來佢係淺咗呢個散光50度，散光75度，近視亦都淺咗。他的近視跟散光喝了 Booty 之後都已經大淺了。那個 short sight is improved after drinking the Booty for half years, so it's very amazing. Yeah, for her and for her family. 然後呢？我應該用什麼 language 呢？好啦OK， 跟住用翻廣東話先，係啦。跟住呢個亦都係我團隊嘅夥伴嘅小朋友嚟嘅。呢、這個小朋友咧，只不過4歲 ，he's only 4 years old and he has the inborn short sight。係啦，佢出世嗰陣時咧，已經有呢一個先天性嘅少少近視同埋散光，所以喺佢3、4歲嘅時候咧，已經去驗光師嗰度 check 到佢個眼睛有問題，跟住佢就要做啲眼部嘅一啲調節啦，係啦，做一啲眼睛弱視嘅練習啦。咁但係又係飲咗幾個月嘅 Booty 之後咧，好奇怪喎，好奇妙喎，佢咧嘅左眼同埋右眼咧，佢哋嘅近視散光都穩定咗，因為其實佢本來咧，佢係每3個月接半。半年就要去視光師嗰度去到檢查，就不斷都係會有加深，係啦，就冇減少過嘅。但係當佢飲咗半年之後咧，就發覺，咦，個近視同埋散光咧都係非常之有效果。咁除咗我團隊裏邊嘅朋友啊，大人啦、啊、小朋友都呢個效果之外咧，其實我成家人都有飲嘅喎，想唔想知道有咩效果啊？係啦，又聽下咯喎。嗱，呢兩個咧就係我個仔嚟嘅，係啦。咁啊，一個係我4歲同埋2歲嘅仔啦，咁樣。咁佢哋咧，首先有冇人飲過 Booty 好冇味啊？好好味，係啦。咁我兩個小朋友咧都非常之中意飲嘅，係啦，日日咧就喺度嗌汁汁汁汁汁汁咁樣 Booty 嗰個藍莓汁，咁佢就嗌汁汁。咁好中意飲呢個藍莓汁，咁佢就每一日咧飯後之後都會飲一支細支裝。係啦，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加拿大包裝啦，咁有幸有一次啲夥伴幫我喺加拿大攞翻嚟就試一個新包裝，咁但 anyway 無論邊個包裝都好有效，因為咧其實加強咗嗰個身體嘅抵抗力啊，因為我哋嘅藍莓汁裏邊咧，除咗有我哋好豐富嘅花青素，有呢個 Booty 裏邊本身有嘅營養成分之外咧，其實裏邊亦都有含有一定份量嘅一啲白藜蘆醇啊、葛草糖漿啊呢一啲，都係能夠加強人體嘅免疫力。咁我呢兩個仔咧一路飲嘅時候，今年香港年初的時候其實很 多人患了流感，今年年初的時候在香港有一個流行性感冒，就是很厲害，很多人都要進醫院的。我兩個兒子就沒有這個問題，但是我的妹妹都有3個小朋友，他們就沒有喝，3個都入了醫院，3個連那個半歲的 BB 都要入醫院流感。咁我哋就發覺啊，原來呢一個嘅藍莓真係可以增強免疫力，甚至我媽咪咧見到我個妹嗰3個小朋友都病咗要入埋醫院咧，即刻喺我屋企拉咗8支大藍莓過去俾我妹飲啦。
係啦，俾我妹嘅小朋友一齊飲。咁我發覺好增強免疫力。咁除咗我兩個小朋友啦，小朋友又飲得之外咧，其實我爸爸媽媽同先生都有飲嘅。係啦，佢哋今次咧都有嚟到澳洲。咁先講下我先生啦。咁其實咧，佢本身眼睛咧係好深嘅近視，係超過1000度嘅近視。而且咧，左眼係有少少睇嘢唔係好清楚，已經係好長時間。咁喺醫院嗰度咧，都長期有 file 要檢查噶。我先生的左眼，他的近視很厲害，很深，超過1000度的那個近視。然後他在醫院裡面定期都要去檢查，因為就是檢查那個眼壓有沒有不穩定的情況，因為會影響那個老袋的血啊，或者到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青光眼，或者就是有一些视网膜脱落嗰啲咁嘅情况，要转啊系。跟住饮咗呢个 Blue Tea 之后咧，就一直去检查好、哦，原来个眼压就一直就稳定咗落嚟啦，系啦，呢一年嚟去医院检查个眼压都稳定咗，就再冇呢一个 fluctuation 嘅情况。你嘅眼压喝了 Blue Tea 一年以内，它都一直都是稳定的，就再没有不停的就是跳动一个度数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 Blue Tea 对眼睛真的很好。然后我妈妈也有喝这个 Blue Tea， 她从前在家了，每天到晚上大概8点9点左右了，她就会觉得眼睛很累，会发红，然后就一定要去睡觉。有没有一些年纪大的或者家里年纪大的有这个情况，到晚上眼睛很累，就很想去睡觉，对吗？因为我妈妈喝了这个Blue Tea 之后，就发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才两个星期，他就已经发现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累的情况，可以到晚上10点、11点、12点，他都不会眼睛很干，不会变红，不会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他就发现这个 Blue Tea 真的对眼睛很好，还把他这个 Blue Tea 也带到给我的姨姨、我的其他的 relative、其他的口服点讲啊 ，Go Go 对嘛？他口服系啦，他也喝这个 Blue Tea， 所以其实我就发现。全家人就是从老人家到年轻的都可以喝这个 Blue Tea。 我家里面就是无论老人家啦，无论是我们啦，年轻的啦，甚至小朋友呢都一起喝这个 Blue Tea。 所以呢都很推荐今天呢在这里在澳洲的一些新的 partner 啦，一些新的朋友啦，还有如果你之前没喝过的话呢，快点去喝这个 Blue Tea， 因为真的味道很好。多谢大家。